发白了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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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是我第一次演音乐节，我觉得还挺奇妙的，就是你们太好了，刘璋的粉丝我记住了。如果认识我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叫《月亮的玫瑰故事》，不知道的话就是今天就知道了。太过分了，真的别亲了行吗？上床头酒杯塞住下的楼，为你找便宜。可以了吧，我们开演了哈。没关系，又活了一天，已经很厉害了。